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今天是3月2号开学第一天，然后今天来介绍一下我们学校南台科大对于这次新冠肺炎的措施。这次我们学校采取的是就是登记式的量体温，就是这次我们学校对于新冠肺炎的防疫措施。至于其他的防疫措施，还是要靠自己的，比如说出门要戴口罩，或出门回来的时候要洗手。洗手当然也不是随便洗啊，就是要维持内外加工加一万，或者是十搓冲捧擦之类的这类的洗手的原则。防疫你我有责，让我们一起加油吧，度过这一次的新冠肺炎。